都准备好了没？灯了。好啦，关灯，关灯。啊！欢迎收听易安电台。易安说晚安。聊讲故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易安说晚安青春母，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方祥瑞安林木安的嗯好哦，今天三个主播啊，很奇怪，我就发现有点三个主播好像都是生命课上的逗，哦、我们上课没有生产太多，而且三个都比较高位，对，我跟男三个比较高，这男的就是特别荣幸，然后对面还有三位，哎呀，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们的新春一共有四集，何洛洛他们呢会在节目中跟大家见面。今天呢、嗯、还有另外神秘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、啊、是不是很开心啊，嗯，来快快三位打个招呼，给听众打个招呼，来快三二 Hello 大家好，欢迎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好笑，他们都训练了大半个月了、啊对啊、哎，但是感觉好像没有太多默契、啊、哎，你们是同吃同住，我们是一个房间、啊啊、一个宿舍一个房间，哎，你们平时洗澡吗？洗啊为什么不洗好，那么既然几位是新来的我们这期节目的神秘嘉宾呢，那肯定是要玩一个游戏让大家了解一下，对吧？对啊，那我们就来玩一个游戏叫快问快答，来吧，大家应该都玩过对吧？来，你来问，你摸。我先来问一下那个小轩哈，喜欢番茄锅呢还是辣锅？番茄锅。喜欢手机还是电脑？手机。喜欢冬泳呢还是泡温泉呢？泡温泉。啊，真的是老年人生活哈。那我就问一下我左边的左边的那位帅气的小咩吧。小咩。小咩什么咩？咩那咩？不是那个咩吗？他属羊吧？哦、是吗？你属羊吗？对对对。哇塞，你属羊的，快今天多来吃了你。帅羊肉。OK。How old are you？ 16。What do you like？ 红色。OK。中文还是英文？嗯，太慢了，三二一，好 ，OK， 你 out 了。很好，请问一下，你到底是要有多么做作？标英语 ，You're very 做作。好了，那么该我了，来，林佳好，三二一，林佳好，你喜欢我还是你哥？我哥。你喜欢展英文还是我？林墨。喜欢我还是孙一航？林墨。耶、yeah, ，我完胜，很可以啊。音乐社，林佳好，你很可以啊。他是我照的，你敢动他一根头发吗？那我们还要不要问呢？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觉得再问下去，他们好像就不是本期的神秘嘉宾了，对不对？嗯、所以我们就保留点悬念。OK， 那么既然你说要保留悬念，悬念悬念的话，那么相信大家这个时候已经放假了，对吧？对啊，没放假的也不要难过啊。啊，再怎么着，对吧？在座的六位马呀。哎，对，那么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首歌，好吧？来，林梦，你先推荐。推荐放假，希望大家有个好天气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李安前辈。Boy.真的吗？可以听一下，待会儿就会听到那首什么歌。刚好已经去了，在现在也假期假期吧。对呀、啊，公共假期的。天，你自己说，你别张口就来，好吧 ？First time、嗯。那么我们就先来听天气这首歌，好吧？然后毕竟假期嘛，首先要先有戏来。啊，对的。消息不想看，不想熟悉，不太想掩饰。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定，听我旋律，吹我安静，内心默默想你。多问你场情分，大概有一点难记，一点可惜，等着吹干净。大不得好天气，怎么没有你？谁黑谁黑？再次的遇见你，誓言我晒黑眼，把每一天都抹干净，抹干净。No, oh, yeah, yeah. 今天的云不太合适，留下几多消息，不适合靠近，不适合休息，不再想念下雨。今天的空气不再安静，吹不动旋律。吹动了冷静，我想你。难道一场倾盆大雨有一点冷静，一点可惜，等着被晒干净。这样的好天气，怎么没有你？谁黑暗的每一天都发等待着好天气，在等遇见你。谁不晒黑暗，把每一天我。谁能逃避？但是漫长夜后不要忘记，雨过后总会天晴。这样的好天气，怎么？
听完这首《好天气》，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跟着好了起来了呢？李默，旅游好吗？并没有，很好。嗯哼是好了还是没好？就是我们的心情不是靠一首歌就能够解决的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多听几首，好吧？我不想听了，我都被放掉了。我觉得 OK 啊，我觉得还挺好听的呀，好听姐。那对面三位呢？觉得好听还是不好听啊？还可以。你看别人多么，因为被你强迫的感觉。你看别人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像是这样，好吧？啊，其实我觉得，好像一转眼之间，就寒假已经快过去半个多月了。对呀，我们初中还早放几天呢。真的啊，对啊，我觉得好羡慕你们这种早放几天的。你知道还有十五天就一个电影要上映了吗？全国小学生哦，知道，最怕的电影要开学了，然后就是第一个那个学校某某学校上面是雷，天打五雷轰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就感觉这个梗，开学了这个梗他每年都会有。对对对，就永远不会过气。就开学了是父母开心的日子，孩子们伤心的日子。可是对于我们来说，上学跟不上学其实没有什么区别。嗯，发现没有？那我们已经放了十五天的寒假了，对吧？马上要开学了。对，但是哎，我们聊一下有趣的事，就比如说回忆一下寒假大家做了些什么好玩的。开学了，我录了《放学别走》。哦，你还记住？要开学了，放学别走。然后当时是这样的，就林默他那一起出来，把我们所有人拉在那儿，哎，快来看我的《放学别走》啊！当然还可以，我觉得你们我还很棒棒的。你今天别走哦，我们就来聊一聊，今天直播间到底能不能够存在三个主播？那恩浩，你寒假干了些什么？这次寒假，我觉得我们都学习了一个新的舞种。哦，新的舞种 ，Old School， Lucky 哦，对 ，Lucky 我们都有学对吧？对呀、啊。那么我要谈一下我的一个寒假呢，就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，所以我很开心，可以开开心心的回家过年，对吧？然后给家人炫耀一下，今天在工作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爸妈应该会很自豪吧？哎，还好吧，不要这么说，我脸都红了，真是。那在座的三位，那个林佳浩呢？你这个寒假过怎么样啊？我觉得这个寒假我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拿了一个奖，去北京拿了一个奖。哦、嗯，看到了那个什么。嗯，奖杯这种东西小孩子不应该有的，放到我家储物柜去。那个呢，什么小秘密？我吗？对呀，小秘密。我认识了很多小伙伴。哦，对，确实是，大家同吃同住是吧？对，同手同脚，快半个月了吧？哦。哪有那个小轩轩呢？轩，我学到很多新知识。什么？比如，对。Old school，Old school。那你知道 Old school 里面有什么元素吗？好，你不知道，好，谢谢。没有，就你唱歌跳舞方面、啊、你觉得自己有进步吗？新方法吗？有进步吗？还是表演课上面学习了很多的。哎，算了，你别唱了。跳舞有进步。你觉得进步大不大？大。你觉得是好的还是坏的？好的。啊，那 OK， 那我就奖励你一首歌，这首歌就是《假期》啊，让我们休息一下啊。一个假期，祝你过得开心哦。哦，对对对哦。当初一不小心，窗外的风景吸引了我，盯着黑暗的眼睛，这种感觉让我有一点小小的情不自禁。记得你曾经说，未来某日里，你将带上背包和我一起出行，寻找地图上找不到的风景。如果能带我一起走吧，三个月的假期 ，I wanna dance in the breeze， 让我倾听海风的声音。寻找流星的踪影，如果能带我一起走吧，三个月的假期，还我一颗清澈的心。虽然感觉有些遥远，却又近在眼前，可我依然还是那么憧憬。六月的声音，闭上眼睛回想我们曾在一起，现在的你又藏在哪里，充满了我的回忆。被遗忘的日记，空白的心情，沉重的课本压得我透不过气，我好迫不及待的想来到有你的夏天里。如果能带我一起走吧，三个月的假期， I wanna dance in the breeze， 让我倾听海风的声音，寻找流星的踪影。如果能带我一起走吧，三个月的假期，还我一颗清澈的心。虽然感觉有些遥远，却又近在眼前，可我依然还是。如果能带我一起走吧，三个月的假期， Let me dance in the breeze， 让我倾听海风的声音，寻找流星的踪影。如果能带我一起
走吧，三个月的假期换我一颗清澈的心，虽然感觉有些遥远却又近在眼前，可我依然还是那么那么憧憬。听完了这首《假期》，大家心情有没有又变好了呢？并没有。有吗？我觉得更糟了。没事，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听歌，好吧？我就不信今天不开心啊！大家不能这么对。对，我发现我们要对生活保持乐观，好吧？对啊，这个假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训练。对，就是。哎，这个张口就能想到的事情。每天好痛苦，早上起来看时间。哎，就是在学校没放假之前也是在学习，然后放假之后又是另一种学习。你觉得哪一种学习好？我好伤心，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那恩浩呢？你觉得哪种学习好？我说我都喜欢，其实都挺喜欢的。哇塞，真的是更加喜欢专业方面的学习。哦，恩浩的老师他其实是那种不太喜欢唱歌跳舞的小孩。哎，那我们有新的成员刚刚加入训练，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日常呢？对啊，你们才来肯定有点大家相处啊，或者是训练的时候肯定有些适不适应啊，然后遇到什么难题啊？对呀、啊，对，就是说一下啊，轩轩吧。对，来。好，你不想回答可以，来，我把这个机会让给林佳浩同学。我就是。你不要玩你这个什么什么便利贴，快放下去。不是，我就是，每天就是都会有表演课、哦，然后这个表演课呢，就是老师是让我们感受大地的气息，所以我们就脱掉我们的鞋子，然后。不要说了，我感觉现在。整个有一股味道哈、啊，我们小面，你来说，你有什么好学的？聊点开心的，不要太重口味的事儿。对，这个世界很美好，对正能量的事情。我觉得跳舞挺开心的，我们每天，哇，是不是很享受那种流汗的感觉？律动感，对，感觉自己这一刻变得很纯爷们儿。但实际上动作做的特别丑，我们只是不想打击你而已。没什么呀，其实是 breaking 的大神，对吧？就是大神地板动作。哦，那就是改天觉得自己流汗嘛，这一刻我就是一个纯爷们儿。嗯、开玩笑，有一些长沙口音啊。那我们那位轩轩同学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啊？对你们老师有没有给拉筋什么的？拉筋大礼包啊，体能大礼包啊，对对对，体能大礼包都有啊。那你觉得累吗？累。但是现在跑多少圈？100圈，还好吧？我们都是跑几公里的嘞。哪有了？而且当时还是绑沙袋跑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时候我们是绑沙袋跑。而且我们是跑那种大院子，然后跑50圈，就那个时候就是很累，但是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。就是你们坚持坚持吧。好了，你不要这样了，好吧？我们都是过来人。你真的这样？曾经都是很痛苦的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不问新朋友，我们问一下老朋友。来，恩浩，你最近训练啊，就是有没有什么长进啊？对，你觉得最近哪方面有很大的进展什么？我觉得我在唱歌方面音变高了。哦，不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从升 F。变到了升 G 哦，这个好像有些没有学过乐理知识朋友好像还不会知道，就是升 F 到升 G 呢，就等于多到 Re 的感觉，就原来你可能只能唱多，现在可以唱 Re， 就这个感觉。对，就是一般你想音高变高半个音的话，都是非常困难的。对，以后又可以挑战新的歌了。好事情，好事情啊，好事情！这个寒假呢，我其实收获到了一件特别厉害的练声方式哈。不啦不嘞不嘞不啦不啦不嘞，这个超级好玩。不啦不嘞不嘞不啦不啦不嘞不嘞不啦。我们每天上课都有练哦。不啦不嘞不嘞。十，哎，怎么唱一首我忘了。十，算了，算了，随便。完了，今天我们等下被声乐老师听见了，我们要被打死。你呢？你的主播？我没有什么好忙的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来。好，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假期每天训练真的很。辛苦了，就不比上学轻松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就上学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晚上训练，现在是整天训练啊，对啊，就很好想去放松放松 ，relax myself。但你们觉得每天这样很累，肯定是有回报的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所以现在就送一首歌给你吧。什么呀你？不是很累吗？送你一首歌 ，relax。哎，其实我呢有个梦想，就是能够在没有事情可以放松的时候，我想去旅行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要带你去看看土耳其。别这样好吗？没有这样。所以我就推荐一首旅行吧，送给你自己的吗？对，就送给你。那你是不是很自私，你自己听后那就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都有时间去旅行，虽然我知道这不太可能啊。顺便带上我。嗯，那么有谁还想推荐歌给大家听的吗？我来，这首歌呢其实名字很特别，叫做七号公路。哦，我听过。不要听成七号地铁哈，就是七号公路。哦，我听过。我感觉这样的歌，七号公路坐车只要2块，不是1块吗？感觉有点像那种赛车的那种。对啊，那现在七号公路送给大家。嗯哼。When I
头女友，候鸟线索要微风指引带我向前走，脑后抛在脑后完全梦想是我就成了几个路，我还有点向前发路走到倒数，你该不该和我一直说成退缩好了，歌主要大家听我这首歌自己不错，我为什么看希望这首歌这么好听？对啊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希望公路呢？嗯，七号，哎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好像有点押韵的。哇，真的好棒棒。但是刚才听的我，哎，我都想，好棒棒、哦，真的想去旅行。放假的话，有谁想去哪个地方旅行？有，然后就是我想去美国，就没有理由。就不，我想去泰国。嗯，康鹏康上我在一起，你在哪里看？你在一起，你会感觉你是哇，你不觉得玩吗？好玩，会好玩。但是我其实我觉得我的话，想去一个地方旅游呢，最想去的就是。想再次去一下日本，去日本我想拍照的时候都是用手机拍，这次我想用胶卷下更多的照片。哇，好棒、哦、其实旅游拍照就是，但是我觉得旅游拍照是为了提升我的技术。你呢？我就是我哪儿都想去，但是我很去，你知道吗？你做梦吗？你哪儿想去？不是，我说我的意思，无论什么地方，我想要带你去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无论什么地方可以去，但是我想一个人去，你知道吗？我想从一个人去特别没劲。独步旅行。对呀、啊，是。对啊，而且你现在好像还没成年吧，没有父母陪伴，肯定怎么走啊？我怎么不能走、啊？环游是对吗？我有这个梦想，好吧？哪怕你有天的手机没有流量，没事。我看了很多这些贝爷的话，好吧？哇，不要说那个好恶心。是蜈蚣。你每天的食物就是蜈蚣、蝎子。四号呢？你想去哪里？嗯，其实我觉得在冬天里就是去有雪的地方，想、嗯、堆雪人哦。去有雪啊，打雪仗。之前已经玩过了，玩过了。上海对，你对待上海吧。上海就有。对啊，但是我回去考试。那就是你。天哪，我觉得可能雪，可能就是八字不合。交不到，哎，我是好像就是，对对，命中缺血，你要多穿点白的嘛。黑色的穿多了，你这多不好的。林佳浩呢？我只想你的歌一起去美丽的土耳其，不是巴黎，没有你的地方都是好，太安静了。今天你可以，你说的很对，这个问题不要怕，我罩着你啊，从此以后不要怕，我不要向你哥低头，没有你这个林佳浩。沈炼这位叫什么同学？没事，以后我就是你哥了。来，小妹，奔向你有假期，你想去哪个地方？不是说好了泰国吗？蹦开子，蹦蹦卡，萨瓦迪卡。不是刚才那个是谁呀、啊？就是太哦，我知道，气的有点头痛。老回复就不够用。哎，那个小轩呢？就看你晒出了高原红，是不是最近才去西藏回来？他打了腮红出门，你知道吗？我画的像鬼吗？不像，就是想聊聊你健康的，对吧？就是健康的面。这个假期有时间，你想去哪个地方旅游？美国。美国好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我想去那边学语，那你学一下也可以学啊，可以一起啊，佳佳给你补一个假期啊。然后提问的时候，你跟提问他的 Where are from？ 哎，文浩的那个总是 Where are you from？ Where are you from？ 让你让你再说一遍来。来采访一下轩轩 ，Thank you。Hi， Mr. 轩轩 ，Where are you from？ I'm from China。From China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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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算了，我们忙了，好吧，我们就对你这个英语好、很好，一个满分，还有进步空间啊。对啊 ，English is very good， very good。哎，好了，很好。你还去办个签证，马上去美国再进修一下，好不好？进修吧，进修一下。对，我们来听听一首，您给大家。正好你要去，对，去美国对吧？送给你啊，去旅行一下，去浪旅行。阵阵晚风吹动头，这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不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，蝴蝶自穿行在清涧，看那晚霞盛开天边，想起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了你，要我们日夜深夜歌唱，让我们哭泣，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总是要说着相聚又分离，
走在漫长。青山藏在白云间，叠字又穿行在青天，看那晚风开在天边，有一群湘西归鸟。谁画眼底不画下我和你的世界，选了多彩，谁让我们哭又给我们惊，我们就这样相爱心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的路上。Hi guys， 再见。I'm coming home。这个样子多久？我怎么感觉你的英语有进退步？从美国回来了。我从美国回来了。你是去进修了吗？那么分享过了自己的生命，大家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我们。人员呢也为我们挑选了一些粉丝来信。那么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位粉丝给我们写。然后呢，我要解释一下，因为我们这四个节目呢，每一期都会从粉丝给我们寄来的信呢，抽五封信，然后我们会来给他们。是的。对。然后呢，我先来分享一封信。我先来。好，你来。因为这个太好看了，它是一个信封，就黄色信封，贴邮票的那种信封。然后它这个纸呢，就是很古朴，然后它是用毛笔写的啊，这样写的。因诸位见字如晤，就是特别。自从网络初始，诸位已经有月啊，不是，就很，我再翻译一下，就是他说这样认识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月了，但是可他恰巧错过了我们的夏日记，但是这一次应该是来自于舞台剧时候给我们的。本次正逢舞台剧首映，就是他来看第一场的舞台剧。最后预祝成功，因为对啊，就他就还是祝我们能够越来越哦，嗯，反正就是写的特别，看了一下字是写的特别好，我觉得他这个字写的特别好，就像你刷的一样。对啊，好，那么我来分享一封信，就是一封贺卡的样子，然后当我打开这个贺卡呢，就把我吓了一跳，它有边框啊，是自己粘上去的，然后还有抠图的相册哎，对，还有我们六个人夏日记的照片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。他居然把我抠下来了，给我发的，给我抠的。然后呢，他的信的内容呢就是这样的：最爱的还是一起的时光，即使相隔千里，但我心永远在一起。接下来的日子即使困苦，但有我们粉丝陪着你们，坚信你们不这些粉丝失望，未来一定会越来越越来越棒。你们一直是我心中的榜样，你们会站在大大的舞台上，成为山的优质偶像。约定好了，我们一起鸟眼。哇哦，他写的这些话呢，还是字字就是写到点上了。对，就会继续努力的，对，就不会被困难所击倒。但是了解他这个抠图真的好厉害，就简洁，他把我的画，而且后面我好像还看到了林夏后面，还有夏天怡，还是要感谢我们支持。他这个字还挺好看的，还有写信啊，关心我们。哎，我来分享一封。我的这封信封它是一纸做的贺卡，哇，好高的，里面还有可爱的。卡通人物是他自己画的，你可以转行来当我们的漫画师。然后里面的内容写的是：毕安不知不觉喜欢你们很久了，看着你们不断的成台综艺活动舞台剧，每个人都在不断的努力，经常会被你们的正能量所激励，也让我在不断的向前。未来的日子里，希望也能同你们一坚定不移的走下去。愿你们吃好、睡好、身体好、工作好、等一下都好。没事，有点像那个什么，就结婚啊，什么生日。那我就说这么多啊，祝大家今天玩好、喝好、睡好，招呼不周。哎，我这祝愿，我这有一封超级厉害的信。兔一安音乐社，一起走吧，未来二三三。虽然我只是个小粉丝，可是我又爱你们的心，爱你们爱心。那么我这儿还有一封我的一封信，然后我把它拆开看了一下。这个还没有完全拆开，我只拆开了一半，然后它上面有表白烟虐射全社2017年9月爱心发射 biu， 我自己折的信，不要嫌弃。Wow. 小时候我才5、6年级的时候就，但它折的非常旧，然后就很舍不得把它拆开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还是想拆开的那天再拆开，好吧？对，我们可以摸到这里面很厚很厚，应该有很多这个信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四好好聊了这么多呢，还读了这么多的来信，对啊。
然后得到了支持和关心，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希望。有听的都快听懂了。我们会更加坚持，好，要一起加油哦。好的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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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别忘了下周三晚依然电台依然说晚安，猜一猜下一次是哪呢？新春特辑等你来哟，一起晚安。晚安，怎么我叫的好吧？Goodbye。Goodbye。